天心跳多少啊？160。加油，往前走，很好，很好，再往前走，往左边，对，很好。好棒啊！耶，一路都是阶梯，非常的过瘾，非常的过瘾。这比天目古道呢，再过瘾个，应该有3倍左右。但是呢，这个优点是空气非常的清新。而且啊，是凉爽的风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是推荐的。好，这里是心浮寮步道，在阳明山系里面，在新北市淡水区。OK, thank you for your watching.